玻璃店热心企业伫告诉节庆前特别准备单张纪念饼礼盒，捐赠予全店1500多位老师，感谢老师教育学生的辛劳，嘛就出传达单张阿嬷慈悲大爱为教育所付出的贡献甲精神。敬师感恩分享会，感谢你。热心企业为着发扬慈善，甲单张阿嬷伫教育方面的付出甲精神，为了辛苦的老师，特别捐赠玻璃店全店1509位老师，一人一盒单张公益联名饼干礼盒，由顶来国际学校校长甲学校代表接受这份教师节礼物。感谢这个陈传妈对我们在教育孩子这个区块里面呢付出这么多，那这个饼干我也期待用阿嬷的精神来做很好的传承，所以在教师前夕，我们能够把这个这么有爱心的传递的一份饼干，在教师节，来为所有老师，说他们辛苦了。中秋节时吼，其实公所咱嘛有把这个人民的这个饼干盒吼，咱有提这个饼干盒来上列吼，其实就是讲公务部门要带头，咱嘛希望讲所有的人吼，其实你来个买一盒吼。660元吼，会当做公益吼，啊，佫会当吼啊来回馈啊呢。捐赠单位希望透过捐赠慰问老师的辛劳，嘛借此发挥抛砖引玉效果，得到地方民意代表高度肯定。它其实不是金钱的问题，它其实更是深层的精神面的问题吼，特别是在延续我们陈筹阿嬷在协助这些弱势儿少的部分吼，这样的无形的力量。在延续着这善的力量来下去。非常感谢老师，在现在面对少子化的状况之下，还有很多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绪障碍呀，或者是特殊的一些身心的问题，让他们的教学其实更显得吃重。所以在这边除了感谢之外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毛董给予他们这么正向肯定的支持。玻璃顶公所今年教师节，也同时提供顶来知名参观的餐券作为教师节礼物。顶顶廖志祥表示，教育需要大家共同关心和支持，也期待公益联名饼干受到大家支持，帮助单张二小家园筹募更加多经费，帮助所有弱势孩童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